国内出现本土病例疫情有较紧张，不少表示，包括大甲、镇南宫、南投、指南宫拢取消相关的活动。严格会知啊，台北市网加业青山宫照常举办分红包和给收入户弱势活动。表方是表示讲，因拢有做好防疫措施。啊，那印尼新加总统、副总统嘛拢会去庙寺拜拜分红包。啊，不过总统府是表示，今年为着防疫，并无安排。网加青山宫头前排队队伍，人坐到排到马路顶头，无法度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，大家人拢挂嘴暗。会在青山宫举行当年慰问的活动，发放1000元加菜金，够百米和第四类加收一铺。庙方一直奉上，请民众配合防疫。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现场会做人流的管控，请大家配合我们，而且请你们全程要佩戴口罩。民众进入庙内底，按量体温消毒手。青山宫表示，春节相关活动，包括到其他县市公庙交流参拜，拢已经取消。但惊弱势家庭年关难过，所以发红包照常举行。有民众讲，真感谢有红包的当领，但回去了后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嘛是重新消毒一届。等于我就开始自己用那个酒精就清清的啊，啊这样子就安全了。我们就只有我几乎全部都取消了，说只有就发放慰问金的时候，对，只剩这个。古龄年过年取消到公庙参香的，各有总统、副总统。总统府表示，今年以防疫优先降低群聚做原则，今年春节无安排庙宇参香行程。有地方领导嘛表示会比较办理。民众还是可以自由的，大家做好保护，可以到庙里去拜拜。但是我们尽量政治人物不要去引起人潮的群聚啊。今年受到疫情冲击，不少庙宇取消旧历年的民俗活动，包括大甲镇南宫取消抢头香，南投指南宫停办发放纸帽。总统、副总统虽然未去庙拜拜，但依然会前往国军警消防疫等单位，替辛苦坚守位置的人来加油打气。记者林丹琼回台北报道。